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吉林省体育局冰上运动管理中心的王诗月和柳星宇，本赛季的韵律舞选曲《摇滚·阿玛迪斯》。同步年转不难办，在第二段出现了失误。中线部。图案解析部，转体托举结束。来自吉林省体育局冰上运动管理中心的王诗月和柳星宇，这是他们本赛季的首秀。